六字大明陀罗尼被称为观世音菩萨的心咒，是所有密咒的根本。长久以来，有无数人歌咏传唱着它，因而广为人知。虽然如今我们能常常听到这美丽的咒语，可又有谁知道曾经他是那样的得来不易。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给我们讲述了这个咒语的来历。有一天，释迦牟尼佛在舍卫国奇树几孤独园里说法，1250位大比丘和各大菩萨都来参加法会。此时世尊为大众解说六字大明陀罗尼的无量功德。此六字大明陀罗尼是观世音菩萨根本心咒，能开一切智慧，能度六道众生，能成大菩提，能救苦救难，能利益一切有情，能降魔治病，能令一切众生衣食财宝皆悉具足，所求事事如意，其功德利益无量无边。世尊，如果得到六字大明陀罗尼，就能与不可思议无量禅定相应，等同于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我今天怎样才能得到它呢？世尊，为求得此六字大明陀罗尼之殊胜功德，我将布施无量七宝，以广为书写六字大明陀罗尼。世尊，若缺纸笔，我愿以血为墨，剥皮为纸，息骨为笔，来书写此咒之功德，绝不吝惜后悔。世尊，我将如尊重父母一般的恭敬六字大明陀罗尼。善男子啊，在过去世时，我为了求得这个六字大明陀罗尼，曾遍历了无数世界，供养了无数如来，但是我一直没有得到。
我来到一位宝上如来面前，涕泪悲泣地请求他，希望求得这个陀罗尼。请不要悲泣，你可以去见莲华上如来。这位佛知道六字大名陀罗尼。于是我向宝上如来告辞，前往莲华上如来那里。六字大明陀罗尼是所有密咒的根本，意念它就能消除罪垢，即证菩提。我曾到无数世界去求法，也没有得到。现在已经疲困，今天我来到这里，唯愿您能传给我六字大明陀罗尼。善男子啊，我以家行曾遍历了无数百千万亿世界去寻求这个陀罗尼，我来到了无量寿如来面前。当时我合掌流泪，希望求得六字大名陀罗尼。善男子啊，你需要这个六字大名陀罗尼吗？世尊，我需要啊，就像渴乏的人要饮水一样。为了这个陀罗尼，我已经遍历了无数世界，供养过无数如来，却还是无法得到。唯愿世尊救我愚钝，为迷路的我指引道路。阳炎热为作阴符，于四渠道植梭罗树，我心可养此陀罗尼，唯愿您示导，令得善助究竟之道，换金刚甲胄。观自在菩萨，你看这位莲华上如来，为了六字大明陀罗尼，已经遍历了无数百千万世界，他今天就是为此而来的。你应该把陀罗尼传给他。为了一切众生远离轮回苦恼，速证佛果而请求您，请告诉我六字大名陀罗尼。
嗡玛尼贝美哄。就这样，善男子啊，我与往昔之事，是从莲华上如来那里得到的这个六字大明陀罗尼。此六字大明王陀罗尼难得持玉，如比金刚，不可破坏，如见无上智，如无尽智，如如来清净智，且如同诸佛菩萨亲临灌顶，如入无上解脱，远离贪嗔痴轮回苦恼，如禅解脱三摩地三摩波底，如入一切法，而于恒时圣众爱乐。